原标题：大唐都能把疆域扩张至咸海和伊朗，可为何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诏？纵观中国历朝历代，论疆域扩张能力，说唐朝第二的话，没哪个朝代敢位居第一，就连极具扩张性的元朝也是如此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唐朝在西边的疆域还达到了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达到的高度，那就是扩张到了中亚的咸海和西亚伊朗波斯都督府，治所在今伊朗扎伯勒。可是